这么一大早就打发了三拨人来催，你到底有什么事啊？贪狼祭司，大祭司有话要我转达给你。原来是大祭司的意思，失礼失礼失礼。他找我干嘛？上次那几个人已启程前往星罗岩，他们好像对我刘月城有所觉察，未免意外，紫薇尊上命你前往下界，暗中留意他们言行。上回那几个大祭司到底打什么主？大祭司谕令，岂是你我所能妄议？若无紫薇尊上旨意，你不可妄动。还有，这事不便张扬，一个人去就好，你可听得清楚明白？哼，那我马上就去下界，行了吧？大祭司那边我懒得再走一趟，你帮我复个命，就说知道了。传令已毕，我这就去见大祭司，还请贪狼祭司尽快成行，告辞。这女人摆什么架子？哼！要不是靠着沈夜，她凭什么位次排在老子之上？这个，贪狼大人，当心隔墙有耳啊！怕什么？沈夜和老子的心结也不是一两天了。想当年，老子样样强过那谢意，也不知他是瞎了眼还是蒙了心，竟不选老子为徒，反倒选了谢意。哎，大人得这么想，去也有去的好嘛，最起码下界清闲了。说得对，去也有去的好处。那小子可是谢衣的徒弟。哎，再说了，眼下大人前面只有童和华月两个，童是个废人，华月又是女的，不顶用。大人多辛苦些，立些功劳，还怕将来大祭司之位不是您的？蠢材，这时节争什么争？教你们个乖。沈夜自是强横，但丽英也不弱，鹿死谁手还真说不定。这时候算计权位，世贤命太长。哦，贪狼大人说的是，属下受教。那么大人，这就出发。这个嘛，老子今日吩咐的事儿，那几个人办了不曾？他们已经去往寂静之间，再有小半时辰想必也就到了。好，那老子这就走了，待有了结果尽快让老子知道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启禀大祭司，风崖大人昨日巡视之时，发现举目一条枝干即将枯萎，故而命我等今日此事前来设法疗救。没有本座谕旨，任何人不得擅入寂静之间。你们胆量不错啊。紫薇尊上，属下们不敢欺瞒，真是奉了贪狼大人旨意，要不就是借属下十个胆子，属下也不敢擅入城主安眠之所呀。对对对，尊上明察，确是贪狼祭司亲口。此事风崖曾向几人提及，是否还有人证？没有了。紫薇尊上，属下们只是奉命办事，请尊上开恩。请尊上饶属下这回，下次再不敢了。既无旁证，便无法证明贪狼祭司曾下此谕令。何况按一贯规矩，入寂静之间前
务必向本座通报，你们为何不报？可是，贪狼大人说他已经……今日晴好，惠风和畅，不知大祭司为何震怒啊？倒惊了我一场好梦。这几人行事僭越，未经通报而擅入寂静之间，本座自当惩治。小事一桩，似乎并不值得大祭司如此在意啊。此乃上古旧律，岂容违背？属下华月参见紫薇尊上。今儿个是什么日子？怎么跪了这么些人？万一惊扰了苍明城主，可如何是好？廉贞大人，属下们奉了贪狼大人旨意前来疗愈举目，想是贪狼大人疏忽了，未曾通报大祭司。廉贞大人，属下们这是无心之事，还望您求个情啊。紫薇尊上，依您之意。啥？尊上，尊上，找贪狼大人一问便知，并非我们擅自行事啊。紫薇尊上，看在我们任职多年的份上，就饶了我们这回吧，我们不是有心的。风牙已奉命孤身离城，眼下不便查证，尊上是否稍待几日再？啥？要不要本座说第三次？是，属下遵命。廉贞大人，廉贞大人，我们冤枉啊！我不想死，我还不想死啊！此间事了，本座还有其他事务，先行告辞。大祭司慢走，有空不妨来陪我说说话。华月，稍后派人来清理干净，苍明见不得这些。是，属下明白。柳叶举目，堂堂神龙所执举目，也有今日有趣。近来丽英是越发不安分了，大约也只有本座方中，他才不敢肆意窥探。你不高兴？一路闷声不响。你明明知道他们几个是无辜的，为什么还非杀他们不可？举目之之枯萎，预示着什么？难道我不曾告诉过你？举目之枯萎，意味着举目内部神农之血即将耗尽，而神血耗尽之日，便是举目倾覆、刘月城崩溃之时。不错，虽然暗里知道这一点的只有苍明与你我二人，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万一传了出去，不要说丽英，就是一般族人恐怕都会有所打算。我知道这几个人是不能留，但我们杀的人真的已经太多了。如果说一切都是为了猎山堡，那他们难道就不是我们的族人？那么你就好好去想怎么让这些人不要白死吧。今日这事实在蹊跷，想必除本座之外，应是风牙最早发掘举目异状，然而他对举目所知有限，尚无法确定举目将死，于是选择本座前去看望苍明之时，
令人撩欲举目，以为试探。主齐。是，主人。这是。他是初期本座一手调教出的一柄利剑。初期为什么之前我从未见过他，甚至未曾听过他的名字？举凡无双利器，与其把持于人，不如纳之于秀，如此方能一击制胜。你立即去往下界星罗岩，暗中盯着血衣之徒那一群人，顺便料理了风牙。是，主人。等等，风牙任贪狼祭司百余年来，纵无大功，亦无大过，当真不能留他一面？妇人之仁，他如此在意后路，倘若丽英自此入手，许以后力。你敢说他一定不会背叛本座？蝼蚁尚且偷生，何况于人？风牙虽然不讲礼数，却从来没有叛逆之举，何况尊上所说也毕竟只是推测。哼，恰好他不在城中，恰好本座前往寂静之间，又恰好知晓此事之人皆在当场，世上何曾有如此多恰好？此种心机令人痴狼。尊上，若真是巧合，风雅岂非枉死？那又如何？错杀一人算得什么？本座杀的人还少吗？大局将定，凡可能阻我大计之人，除之便可。不需多言，楚奇，去吧。是，主人。既然举目已有枯死之兆，想必不能隐瞒太久。尊上是否已有打算？当务之急是尽快将成名送往下界。风牙这一闹，丽英多半已有所觉察，需小心与他周旋。之前吩咐同炮制的那批举木枝可有眉目了？昨天我派人去他那里，没见到他人，不过他留了封密函，说是已经准备妥当。他做的这批举木枝也可以吞噬活物七情，只是每株枝干上都已经设下咒印，只需念动咒诀，尊上便能于瞬间截断他们与丽英的关联。好，不愧是同，本座会尽快与丽英交涉，开始迁徙族人。你去选定投下举木枝的地点，尽量隐蔽些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遵命，属下尽快去办。举木枝枯萎，想必长出举木也撑不了太久。举木死，则刘月城必亡，看来也是时候进行最后一搏了。哎，好漂亮的蝴蝶呀。阮妹妹，你说什么？那个文人姐姐，我去那边看一下，马上就回来，你们不用等我。这儿危险，阮妹妹。发生何事？阮妹妹好像说她要去捉蝴蝶，可是这儿不像会有蝴蝶的样子。不行，我得过去看看。还是再下去吧。也好，那你们快些回来，可别走丢了。明明是往这里飞的呀。阿离，你也没看到？难道跟丢了？奇怪，真的不见了。
好可惜，还以为能仔细看一下呢。阮姑娘，你在找什么？咦，伊泽跟来了。刚才我看到一只蝴蝶，花纹可稀奇了，我从来没见过。对了，你看到它了吗？蝴蝶，此地恶浊之气甚重，并不适于虫鸟栖居。你果真看到了蝴蝶？真的，我真的看到了，阿林也是。那我帮你找找看，它往哪个方向去了？它一下子就不见了，我也没看清。哎呀，算了，我本来也没想着捉它，它在这儿自由自在的，还是别打搅它了。来，这个给你。这是冰做的蝴蝶呀，它还会动呢。我抽了些为自己的灵力凝成这只幻蝶，你拿去玩吧。也就是说，这是伊泽的灵力变成的。你要是不喜欢变只小鸟如何？谁说我不喜欢呀，我可喜欢了。它上面还有伊泽的味道，香香的。你喜欢就好。咦，伊泽，伊泽，刚才我看到的就是这种。危险，闪开！啊！伊泽，这些是什么呀？到我身边来，别怕。何方妖人，还不现身？于烈火中，于铁盒上，在永无终结的暗夜里，愿神佑护我的归途。看看我的宝贝骨蝶找着了什么？怎么只有你们两个？血衣的徒弟呢？你是那个刘月城的？我乃刘月城贪狼祭司风牙，两位别来无恙啊。很好很好。喂，血衣的徒弟到底上哪儿去了？此人不弱，你可有法子脱身？你不走，我怎么能走？孟章灵氏，黄黄旗。啊！怎么了？你干嘛突然停下？不，并非我终止施法，而是术法突然失效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呀？不错，这些骨蝶以灵力为食，一旦遇上灵气浓郁的活物，就会紧追不舍，直到把对方的灵力吞吃殆尽。任你法术再强，没了灵力，就和赤手空拳没有差。走了，阿软和我作战都需一张灵力。你眼珠转来转去，在想什么呢？不信？不信就再试试，试到死心为止。本座会耐心等着的。法术真的使不出来，讨厌。怎么不动手？既然你们不动，那本座可就不客气了。是谁？伊泽，仙女妹妹，我们来晚了，你们还好吧？幸亏你们及时赶到，多谢。这不可能。
竟烧了骨蝶，至少要接近他们，为何你们却是毫发无伤？这个呀，金刚力士二号之后，我的所有眼甲都装了镇灵仪，隔绝外界灵力干扰。刚才引火的是眼甲，不是我们。眼甲，又是眼甲。从前是谢衣，如今是你。可恨！你和我师父有过节。沈夜泽图，老子样样强过谢衣，也不知谢衣暗中动了什么手脚，竟让沈夜选了他。若非如此，老子如今至少也该与同平起平坐。此仇不共戴天，若非谢衣已被沈夜杀了，老子定要他生不如死。换了我是那个大祭司，我也要选谢衣哥哥，至少每天看着不会生气。你说什么？我们急着赶路，没空陪你废话。你的骨蝶已经完蛋了，这一架你还打不打？哼，邪异之徒，你以为烧了骨蝶，老子就奈何不得你们了吗？新月降临，当死亡鼓起银色的灰埃，愿神照亮我的归途。竟能与老子战成平手，这不可能！上次你们分明不堪一击，连沈夜一招也接不下，是吗？可是我们的杀手锏还没出呢。啊！文人，按计划动手。这个眼甲是我按照师父的图谱做出来的，你看，相隔这么多年，你还是没能赢过我师父。该死的小子，你比谢衣更该死，今天不杀了你，老子誓不为人。以骨肉为祭，以热血为饮，黑夜背后的巨门，再度苏醒吧，服从死亡的权杖与长鞭，啜饮燃烧的灵魂。那些蝴蝶又出来了，他竟以自身血肉为引，重新召出了蝴蝶。哎呀，糟糕，已经没有眼甲可用了，怎么办？快想办法。小子，这回看你还有什么歪门邪道！啊，你
器没有了。不妙，我们先撤。什么？可恨，我的骨蝶！是谁捣乱？出来！何方妖人在此以邪术作祟？你是什么东西，也敢坏老子大事？小仙西妙华，阁下擅入星罗岩在先，动用邪术于后，若再不肯退去，便休怪小仙无礼了。哼，扫兴！也罢，既然有人打岔，就先放你们一马。小子，算你走运，老子先走一步，咱们的账以后慢慢再算。还没分胜负，你就想跑？回来！妙乐蜜，等死我了！你受伤了，怎么不早说？只是伤口裂了点，没事。我灵力不够，操控四号本来就很勉强。方才他被打坏时，内部灵力增幅器碎了，灵力一下子逆流。灵力反噬，早知道会这样，我才不帮你用这招。可是我们赢了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小叶子，我缓口气，马上就给你治伤。小仙法术微末，只能为诸位略减伤痛，诸位可好些了？咦，你的法术很厉害呀，比我都厉害。我也好多了，多谢。惭愧，小仙未能及早赶来，还望诸位莫怪。哪里哪里，要不是仙人帮忙，我们可就麻烦了。这儿不是说话之地，小仙居所就在前方不远处，请诸位随小仙来。这里布有结界，那人应当发现不了，诸位可暂时放心。嗯，谢谢你。那个，请问你是这儿的山神吗？山神？不，实不相瞒，小仙乃天台灵虚中人。天台灵虚？在下夏一泽，太华观门下弟子，素闻灵虚白云先生座下有一位西晋散仙，精善岐黄之术，悬壶以济苍生，莫非正是阁下？惭愧，正是小仙。既是修仙同道，夏公子也不必拘礼了。仙人？可是我不记得你呀，是后来才成仙的吗？此地凶煞浊恶，并不适宜修炼，不知前辈为何结庐于此？实不相瞒，小仙仰慕神农大神医术，故而在人界寻觅大神遗踪。此地乃是上古神农封印凶兽之处，多年前小仙来到此地，发现封印有所削弱，小仙只得留下，如此倘若有变，也好略尽绵薄之力。原来这儿真有神农封印，看来通天之气读到的是真的。那请问仙人，封印里是不是有一把上古神剑的碎片？上古神剑？就是神剑昭明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可恨！
论谢衣还是他徒弟，全都可恨可恨可恨啊！可恶，魔后快要开始反噬了，得想些法子恢复些灵力，马上回流月城去。只要去找沈夜，他一定有法子制住这些魔偶。喂，你啊，有人？对，是我叫你。我问你，你还有什么心愿吗？莫名其妙，老子从来想说便说，想做便做，有啥好怨的？蠢货，别挡路。没有吗？啊，忘了说，你就要死了。看老子有伤在身，你打算趁人之危？这术法，你究竟是谁？摘下面具，让老子看看。再会，贪狼大人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怎么会？是你？老子不甘心，老子凭什么永远被压住一头？凭什么？方才若是老子许了愿，你会替老子完成吗？不会，随便问问。杀了我，求你，快杀了我！主人死去，魔偶便也消失了吗？倒也省事。常人若是得知自己将死，往往会许下许多愿望，简直就像一生都活在遗憾之中。而他却，奇怪，竟遇到一个和我一样没有心愿的人。原来如此，当真辛苦你们了。只不过小仙在此多年却并未见过类似神剑之物，想来假若昭明真在此地，大约也只可能在神农封印之内。在封印里？那个封印在哪儿？就在那里。不过那封印里镇压着一只火鼠凶兽，你们该不会打算进去？除了封印，这附近可还有其他上古之物？似乎没有。不过若你们能稍等一段时日，小仙倒可以带你们四处查找看看。不行，没有时间了，流月城祭司随时可能出现。目前来看，昭明碎片在封印里的可能性很大，我觉得可以进去看看，你们呢？可是既然封印里有凶兽，这么贸然进去真的没事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既然来了便不妨一试。我也是。好，那咱们先去看了再说。你们当真要去？封印之内凶多吉少，你们想明白了？前辈见谅，眼下情形实在已是别无他途，前辈可否放我等进去？此事关系甚大，小心冒昧，
不知可否施术以窥诸位心绪，以免日后烦扰。当然可以，尽管来吧。果然正如诸位所言，刘月成行事残酷，诸位乃是替天行道，小仙本该与你们同去，只是仙有仙规，仙人若是擅入上古诸神封印之处，必受天条严惩，小仙惭愧。阿软，刚才那个那是什么声音？阮妹妹，你怎么了？方才有东西从我眼前闪过去。什么？和在卷毒时看到的那些很像。莫非你又想起了什么？我不知道，这次黑衣人。姑娘可还安好？方才那是凶兽正在挣扎咆哮，若是姑娘害怕，不如就随小仙在此等候。仙人说得对，仙女妹妹，既然你不舒服，不如就在这儿等着吧。我没事，只是胸口有点闷，我一定要去，不然的话你们受伤谁来治呢？不成，还是太危险了，不如小仙去封印外相后，这样若有万一，起码还有人接应。多谢姬前辈，只是阮姑娘。我真的没关系，刘月城的人说不定马上就回来，怎么能为这点小事耽误功夫呢？那我们还是先往封印进发，仙女妹妹别硬撑，不舒服随时告诉大家。嗯，我知道，我可以的，大家别担心。此处便是封印入口。这法术真好，身上暖洋洋的，好舒服呀。小仙已尽量替诸位恢复气力，请切记一定放轻脚步，千万莫要惊动那凶兽。对了，小仙这儿有些安神药粉，你们入洞之后将药粉四处撒开，如此或许能令那凶兽昏睡片刻。太好了，多谢仙人。小仙还有一事须得嘱托，神农封印毕竟年月已久，有些松动，诸位当心，尽量不要冲撞封印枢纽，否则万一封印溃散，后果难以预料。封印枢纽它长什么样子？它浮在封印正上方，从这儿飞到半空就能看见，等你们进去之后自然就知道了。多谢前辈指点，我等自当谨慎。阮姑娘，你是否留在此地等待？不要，我们一起来的，当然要一起进去啊。那请姑娘紧跟在下，莫要走远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好厉害的寒气，这是千年玄冰冰蟹吗？那火属凶兽善遇烈火，有此玄冰冰蟹护体，可略减你们烈火灼烧之苦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我们这就走了，仙人你也多加小心，
去吧，若硬拼不过，就立即折转回来，慢慢再做计较。